改编自热卖超过500万本小说的新片《小时代》，以华丽视觉堆叠拜金风格。不过最养眼的是这个。拍那个戏的时候有没有清场？就是没有清场，我对裸露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的抗拒，而且我第一部就已经对呀，只剩带袜，只剩袜。对，之后还会有导演还会再安排。你只要旁边那阵子不要出现就好。我好像家犬几位当红新生代首度合作，不但荧幕前是好朋友，私底下也常互相吐槽。这样的好情谊不止在拍片尾 MV 时展现，连专访时也不例外。如果说真的碰到像戏一样失恋的状况，就怎么样去拍景？就是属于那种每天就是哭倒在墙上，然后像一张一只史诗一样，就是。可是我是一只史诗，因为我whatever 河马史诗。我们家生的黄金就是我。哎，你不是新生代女性吗？你怎么？干嘛？我们家就是这样，就是发展很像你，你长得那种很累，一直想起你就是头发，然后我这样躺在床上一直每天哭，每天哭，每天哭，对，是到哭的像一篇史诗，然后就是有一篇史诗，好了啦。